就是大热色仔。 好，刚、哦、才讲到、哦、国民党现在呢，内部呢蛮多人对于侯市长呢，好像跟这些公投议题保持距离，非常的不满。好、哦，甚至徐巧芯还开枪啊，勾引那些东珠写稿妹尼就不提名侯友谊啦。不过现在除了新北市长的侯友谊之外，我们要来看哦，这个台北市的立委蒋万安，这也是明年哦，其实是超高几率就是要选台北市长的嘛。要警告世界议员，因为今天打给马龙的垮说，蒋万安虽然嘴巴上都喊说哦，这个跟党。 啊，立场一致，目标一致，但是哦，他的宣讲内容大部分还是都在讲反来猪。如果被问到这个重启核四呢，他就回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哦，被人家怀疑说这是不是在模仿隔壁的侯市长？<laughs> 孟起，侯友谊跟蒋万安哦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说真理越辩越明，所以你看侯友谊到现在为止，所有国民党主张。 他应该出马啊？他甚至应该主动带头去办的宣导的一些说明，他通通不愿意参加，因为他知道这个没办法正式上台面去讲这四项公投去做一个细说分明。他们很清楚，所以我认为徐巧新讲的其实也对呢。如果以政党正式的原则来讲哦，嗯、照这样子，你侯友谊啊东闪西闪的话。 党的决策啊，你通通都不配合做的话，确实明年选举不应该提名侯友谊。就你国民党的立场而言，但是，侯友谊造反也有理啊？为什么？哎，你党的这个决策怎么来的嘛？你不是一个民主机制来的。你看我们民进党为什么能够这么团结？这一次党主席一下个命令哦、啊，我们所有党公职一律一字排开。 从地方各大小厂的说明会，哦的，甚至参与地方的活动，我们的党公职都一一的积极的去向民众做说明。再来最后几天的时候，投票前几天，每一个县市党公职都会直接站到路口去拜托，因为我们民进党做的认为这一次四个公投不同意，我们是基于党内有一个民主的讨论机制。 我们讨论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为了国家好，嗯，不管这四个公投，我们尊重他们提案哦、喔，尊重他们提案。两个直接根本就是国民党提的哦，两个即便不是国民党，但是也可以呼之欲出，说这是国民党背后也有策动。但我们都接受，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嘛，他们的权利没问题的。提了以后，首先我们党内就先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因应应。 哦，oh, 那是不是开放投票，还是说我们应该积极去鼓励民众来反对？嗯、那我们经过民主机制讨论，你又做成决议，我们说为了国家好，要四个不同意之后，我们党哎、欸，我们就上下一致，我们就这么做。而国民党决定要来提这两个公投，然后去声援另外两个，哎、欸，他们的友军提出的公投的，那这一个部分有经过他们党内的讨论吗？ 其实没有呢。其实他们的党一向就是由上而下，谁来做了党主席，谁掌权。而现在掌权的党主席，他为了凸显他自己政治上要跟我们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抗衡，他总是哎、欸、新官上任要三把火，他要立威嘛啊，总是要有一些议题。 炒作在社会上的声量，而、啊、要不然你如何来当在野党主席？他是这么想，所以<是>他的前提是以炒作声量、制造朝野冲突为主，并不是以我们全体、我们国家社会、我们全体人民的福祉。 为基本的考量，所以他没有经过党内的讨论程序啊，嗯、那就当然做成这样的党意。那当然，聪明如侯友谊，甚至讲万安子，嗯、他们当然不敢违背民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话来对社会说清楚、讲明白以后，哎、嗯欸欸，社会民意、社会支持四个都要不同意，会支持现在执政党的做法，所以他们两个就散。还有他们两位个性上，本来他们深水区的问题就不碰了。哦，你看。 国家定位到底，我们国家、我们台湾未来的前途，国家定位那如何跟中共做切割，这些深水区的问题啊的重大议题、欸，诶侯友谊跟蒋万安聪明的很哦，他们脑筋溜的很啊，他们也碰也都不会碰，只是。 对他们两位而言，深水区的问题越来越多哦，几乎每个问题都涉入深水区了。所以，我看他们两个如果没有做适当的一个如何来调整的话，<是>什么问题你都不表态的话，其实到时候，哎，深水区到时候被水，呃，会呛水了哦。 哦，这个一二一八公投剩下最后九天了，玉慧姐，现在国民党啊、民进党啦、啊，都是在全力冲刺嘛。民进党这边，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下令喽，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你也要给我站在路口来宣讲这些公投。可是国民党的部分呢，朱立伦他说他要出一招嘛，在一二一七就是选前之夜，说要领税在自由广场啦。<laughs> 不过不晓得当天会有多少县市首长出来陪他。呃，其实我我觉得这个。 公投啊，就是要跟民众啊，呃，因为它是民主最重要的这个一环，就是要跟民众来讲清楚，因为它跟选人的选举其实不一样。因为你看我们这次的公投总共有四题，但是呢，我们在非常多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一直把这个公投的原因，一直把一些公投的包括主文，包括一些的物没谬，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呃把这个真正公投背后的意涵，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要告诉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知道。我手边正好有这张的图啊，这张的图呢。 是台湾的猪肉进口，这是从啊两千零二年一直到现在啊，这个二零二零年呢，呃，大概十几年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九成四的这个猪肉全部都是本地猪肉，就如同刚才世间呃议员跟这个加良议员所说的，我们台湾人本地人，我们多半九成四我们都是本地的这个猪肉，然后我们吃进口的猪肉呢，大概是加拿大跟西班牙比较多，那个是伊比利猪啊比较多，那呃这个可能大家喜欢吃他们。 的伊比利猪特殊养出来的那个项目的这个口味，但是我们一般哦，但作为台湾呢，爱加一些，但价格还得低吧哈，但看不到黑呢，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民党用来猪这个议题，他假装是食安的这个议题哦，故意来乱，甚至于说啊，这个不能够进学校，为什么不能进学校？是因为学校里面的孩子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我们要保护他们才有这一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哦，不要大家这个没有食安的这个问题，而是国际贸易的问题。那其实啊，我我接下来要给各位。 看一张图，大家请要小心一下。为什么啊？这个呃，合适的这个议题呢？这个其实这张的照片在网台湾最前线。